趣越科技。你相信命运吗？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还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终点？别丢下我！人脸兽太可怕了，别胡乱！够了，前面是绝崖，没路能逃了，快躲起来！别发现我，千万不要跟来，千万不要跟！这就是鬼心王，这新手试炼也太难了吧！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只要在鬼心上存活五分钟就能自动完成转职，但正常人在这儿好像一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我叫江凯，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心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鬼心是50年前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星体，不过鬼心的出现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让地球偏离轨道，但地球上的动植物却在鬼星出现后突然异化成了后来被称为兽神的怪物，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前方出现兽神，不要惊慌，躲避攻击。不行啊，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救命啊！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他们的出现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但在这绝望期间，幸存的人类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传送阵。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这里是天哪，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装备、技能，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获得强大属性，甚至还发现，要是在鬼星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带回地球使用。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将变得和在鬼星上一样强大，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总之，目前的人类，若想破除绝境活下去就必须从鬼心上获得力量。不要不要！而这些前赴后继前往鬼心的人呢，被称为探险者。不好，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难道我倾家荡产来这鬼心就是来送死的吗？二哥，想去鬼星就去吧，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你在这里要好好干呢，我可不会亏待你的。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星的费用，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而大哥明明患上了肾衰竭，还在努力工作，若在两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用便毁。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在这懦弱的等死吗？不，我已经快撑过五分钟了，与其在这坐以待毙，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马上就要完成了。有趣，我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
让我顽强转职吧！检测到您在鬼星存活五分钟，任务完成。由于您的行为与主厨十分契合，恭喜您触发了百万分之一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现您成功完成转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命轮之主，四月六日上线，连更两集，七日再更一集，和江凯一起拯救世界。把光驱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去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局。秋月可及，什么情况？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之前的伤还全好了？等等，天灵及时转职成功，刷新了基础属性，相当于满血复活了。你就是与鬼心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可以这么说。恭喜您转职成功，下面我将给您介绍鲁图的职业天赋。天赋加倍，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并有 1% 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超级加倍触发时，奖惩将翻至10倍。听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了加倍天赋，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二天赋。什么？别人转之后只有一个天赋，我能有两个吗？是的，这是您的第二天赋效果，天赋超级暴击，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 0.1%。 下面为您展示当前属性。我的四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正常人转职后总属性一般在20点左右，我怎么高达36？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职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属性点也能翻吗？要这样的话，以后在鬼星上升级，正常人升一级加10点属性，而我翻倍加20，那我升一级，不就相当于别人升2级？而且我还有第二天赋，超级暴击。正常人的暴击是2倍伤害左右，怎么可是200倍？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1/1000，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那我以后的伤害会非常恐怖啊！太好了，这是刚才人脸兽用的武器吗？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因为在鬼星上，就算职业再弱，
也比在地球上赚的多一些，但没想到我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世判定，成为了隐藏的强力职业。这么看来，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您已顺利完成转职，请在7天内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不过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在7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点圣药城。不过想成功抵达困难重重，首先试炼区域怪物遍地，一旦被杀则试炼失败，然后将被传送回地球。虽然在鬼星上死亡，地球上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但这种看似不大的死亡代价只是对有钱人如此，毕竟购买转职的材料需要大量金钱，有钱人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但像我这种穷人必须一次通过，绝无二次机会。啊！救命啊！好熟悉的叫声，难道是啊！我的妈呀，救命啊！都别靠近我，我嘴巴折了。居然真是柱子，他被陆行蛇包围了，这蛇有剧毒，被咬一口人脸兽都会毙命，而且那有3条。柱子别怕，我来了。海，你怎么在这儿？海，你别管我，快走，这些蛇属性很高，而且有剧毒，我们一起的人是打不过的。别怕。什么？凯，你能杀戮些蛇？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绕到蛇的后方攻击，果然有效。现在就靠我被盯上了。完了呀，凯，这些蛇敏捷很高的。是。哎，居然这都能躲过。转折后我属性翻倍，一级敏捷堪比二级，果然这些一级陆行蛇的敏捷都不如我。命轮之主，四月六日上线，连更2集，7日再更1集，和江凯一起拯救世界。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我的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变成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光过去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局。穿越科技，那么柱子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行，这我就是吸引一下注意，真被凯全杀了呀。明明是攻击力低的敏捷职业，居然有能秒杀一级怪的伤害，看来这随便从人脸兽手里捡来的钢刺碰巧是新手区里能增加攻击力的好装备，太幸运了。
哇！传说新手只有被怪物杀的份儿，哪有新人杀怪啊？凯，你怎么做到的？我是运气好，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了。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哦，赌徒？虽然不懂是什么玩意儿，但我的职业也不赖。武徒？怪不得你能在三条蛇的围攻下扛这么久，这可是咱们圣耀国排名前五的职业啊。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无人知晓，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后经历的第一件事便是转职，而转职成什么职业正常是根据你在登陆鬼星前买好的转职材料决定。一般有钱人都是花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这样来到鬼星就能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而穷人只能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便宜的转职材料只会带来战力极弱的职业，甚至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废物职业。不过一个武徒转职材料要五千万，柱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嘿嘿，哪有，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真的？那赶紧把这些蛇的尸体收了，据说尸体也能卖钱呢。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我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而鬼星上尸体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以供收取贩卖。获得物品陆行蛇的尸体。而且经过刚才一战来看，赌徒这职业似乎比武徒都强很多。嗯，那个你们好。我谁？我叫苏暖暖，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啊，是别的探险者啊。抱歉，我们自身都难保，再带上你怕是……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职业是医生，我可以治疗你们。哦，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求你们别丢下我。能耐能毒，好帅。医生吗？这也是十大高级职业之一，而且新手失恋似乎很需要治疗，刚才我若不是靠着转职回满血，怕是直接挂了。行吧，我叫江凯，他叫袁柱，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谢谢。哇，凯哥，你是因为好色所以才变卦的吗？我想扁你。这新一代的腕表真不错呀，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那是自然，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腕表除了可以用来探测鬼星的各个数据外，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也会越丰富。李教授，目前新人情况如何？我妹妹怎么样了？就目前新手试炼的腕表定位来看，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你妹妹苏暖暖，我查查，好像在和两个人组队。什么？他是胆子小找人组队了吗？我再三叮嘱过他，新人切忌组队，因为新手试炼里人数聚集的越多。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啊。李教授怎么样，查到暖暖的数据了吗？查到了，确实检测到苏暖暖身边出现两只人脸兽。糟了，一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碰上两只，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机会。命轮之主四月六日上线，连更两集，七日再更一集，和江凯一起拯救世界。刀光
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光过就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秋月可期。鬼星上的死亡虽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并不会对地球上的本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我亲眼看着那怪物一点一点把我吃掉。怪物跑啊跑啊。鬼星上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我这就去见暖暖出来做心理辅导。等等，暖暖她好像没死。什么？而且那两只人脸兽好像都被他们击杀了。怎么可能？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儿啊？那好像是人脸兽，快逃！不好，柱子他们敏捷没我高，必会被追上。柱子，你们先走。什么？开！走，这里我留下就行。这样被追下去，三人都得死，只能我留下来。看能不能击杀人脸兽了。停！接招！刺中了。不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我还没法一击致命，我要被杀了吗？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凯，柱子，还有危险，我们回去救他吧。我。哎呦，您就是给柱子五图转职材料的恩人吗？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他看起来是人高马大，其实胆子小得很呐。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肯定连战斗都不敢呐。是的，原著母亲。您孩子面对危险时势必常人恐惧，但我发现他有时尽管再害怕，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就绝不会怯战的一刻。滚啊！凯，你因为我胆子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柱子，我们是兄弟，兄弟就是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呀！能一击打倒人脸兽，虽然造成的伤害很低，但这就是我图的控制力吗？就是。凯，坚持住！苏暖暖，你回来做什么？你不是战斗职业呀！我不走，一生遇见伤员，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
当年我父亲就是在抵御受潮中因为失去医疗支援苦战牺牲。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我的伤好了吗？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现在就算是三人一起伤害也不够杀死人脸兽。等等，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暖暖，你之前说过能提取蛇毒是吧？啊，不是的。那你能做到一边给柱子治疗一边给我的武器敷上蛇毒吗？不知道，但我尽量。只能这样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方法或许能赢。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但柱子可以。虽然我的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但暖暖是能加工的治疗。这么看我们三人明显就是游戏中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这个完成了。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丰满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取悦科技，新人实力弱又怎样？柱子，给我控住一只人脸兽。没问题。组成一个团队，上司吧。坚持。是，就算是被称为新人杀手的人脸兽，能与之一战。击杀二级人脸兽一只，目前经验为五点。成、啊、成功了。团队配合果然有效，现在就算是再来一只也能完美击败。什么？传来的腕表数据显示他们真的击杀了两只人脸兽，可一只人脸兽就能屠杀一群新人，他们三个是怎么做到的？确实，据腕表数据显示，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他队伍里的武徒一级伤害也很弱，这么看击杀者只可能是队伍里叫江凯的人。可是目前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查不到职业？怎么可能？能击杀两只人脸兽还查不到职业，这新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玩家江凯收集二级人脸兽尸体乘二。
没想到凯哥还能急中生智，太帅了！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应该能稳稳地到达试炼终点了。是啊，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了。不急，目前到终点圣耀城的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先不急着去。啊？别担心，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若能在积分榜上排前三，军方会奖励装备的。据说军方奖励的装备很不错，对新人在鬼星的发展帮助很大。现在我们有了杀怪的实力，而杀怪能兑换积分，积分多了就有希望上榜前三。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刷怪赚积分，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啊，你这方法真的能刷积分吗？虽然我一点都不怕，但你让我引这么多鹿行蛇，我会不会人先没了呀？哼，柱子大胆点，你可是武徒，特点是能打能扛，而且还有暖暖能随时治疗我们，就放心去干吧。杀我们？没那么容易。击杀三条七级鹿行蛇，目前经验值为十点。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又因为目前只有我有击杀怪物的能力，所以大家决定先让我单吃经验，好让我先升级以增强实力。这才能最大化保证队伍的安全。恭喜探险者张凯经验达到100点，等级提升至2级，并触发加倍效果，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杀了1000的鹿行蛇终于升到2级了。嘉凯，恭喜你终于升级了。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我升级加了20属性点，目前2级，总属性56点，还算凑合。多少？多少？我知道升级只会提升力量、体质、敏捷、精神4项属性，但正常人升级就加10属性点，你竟然能加20。而且2级总属性56点，好像都能和4级媲美了吧？好恐怖的强度！这没什么，职业特性而已。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但要碰上惩罚，也可能会翻倍的。你们记得帮我保密。嗯，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感觉这职业很厉害的样子。可恶啊！这么一比，我的武徒都不香了。叮咚，玩家升至2级将获得1个职业技能，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您将获得2个。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6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围绕着你，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听而心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秋月科技，
啊，升二级会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吗？那么我现在有两个职业技能。啊，你技能还能翻倍？哇，好强！是的，您的职业技能一是鬼手飞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 穿透效果，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物品卡图案穿透效果提升 200%，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 技能可升级。职业技能二是鬼眼专注，鬼眼专注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力提升 50%， 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技能可升级。是两个远程型技能吗？虽然还不懂怎么使用，但看来赌徒是远程输出职业，还挺适合我。好，我现在更强了，我们可以去刷经验值更高的怪了。嗯，让这小子装起来了。苏教官，又过两天了，没想到你妹妹居然还幸存着。是吗？新人组队还能存活，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有些实力。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请立即警戒起来。什么？什么？长官，上头检测到辽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国新手区，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真的吗，魏老？唉，是假的，我也不会来这儿啊。糟了，来自辽国的偷渡者可是专门虐杀他国新手，并一次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作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帮助新人，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加油，我们会努力的。但辽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不要杀了他。而且偷渡者会使用残忍的手段去虐杀他国新人，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不，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要再去鬼星了。他们的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从而大幅遏制他国的新探险者数量。可恶，暖暖他承受能力那么差，一旦碰上那帮畜生。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偷渡者罕见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所以对于这次新手试炼呢，咱们先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那边怎么了？那边有东西啊。凯，你干嘛呀？那边我们刚刚走过，明明什么都没有啊。在更远的那头。哇，东西中了，过去看看。啊，明明啥都看不见啊，凯不会是魔咒了吧？探险者江凯击杀二级短刺野猪成一，目前经验值为199点。哎，你有鹰眼呢，这么远的野猪你都看得见，而且都能击杀二级野猪了。没什么好惊讶的，这都是托新技能的福。是否收集短刺野猪尸体成一，野猪短刺成19，短刺可做武器。目前职业技能鬼手飞牌增加了我投掷物的伤害，而鬼眼专注则相当于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的特效，让我的攻击能打得更远更准。也就是说，我现在能在远距离，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我的情况下把对方狙杀。好了，我还差一点经验就能升三级了，先去别的地方杀怪吧。嗯嗯，
我都还是一级。哈哈，队长，咱们二队运气真不错，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了点心。啊那现在咱可就有了玩。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雀跃科技，你们是什么人？别怕，孩子们，我们不是什么坏人的，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把你们吊起来放血风干，或者把你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把你们慢慢舔舐而死。总之，这次上头的目标只有一个。这个人是？就是要你们圣药的所有新人都无法通过试炼。啊，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什么？我还探测出他们等级都在三级以上，其中最高的甚至有五级。人多就算了，居然还有五级探险者吗？我现在的族属性顶多和四级探险者对抗，但是想要对付五级，除非我能。兄弟们，开始享受吧。可恶，只能那么做了。柱子、暖暖，你们俩一队，我们先暂时分头逃跑。啊，好。哎呀，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圣药人都这么怂吗？过去两个人把那单独逃走的怂货杀了，剩下两人留给我们大部队慢慢折磨。是。这小子跑挺快呀。但马上要被追上咯。那小子人呢？嘿嘿，小子，你是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吗？好兴奋呐、啊、等我们找到，一定先把你的腿砍断哦。没了，这小子还想反抗，但垃圾新人的攻击我随随便便就能防下。喂、啊啊、你人怎么飞了？你没事吧？啊，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哼，一击就死，这就是偷渡者吗？好像也没想象中强啊。你不是圣药新人吗？你怎么能杀我三级队友？等级二级，力量小于等于十，体质大于等于十，敏捷小于等于二十，
精神力小于等于20，防御0，暴击率不明，暴击伤害不明。什么？三级总属性才45点，这新人总属性在60点左右，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居然真的成功了！我堪比4级探险者的总属性，果然能击杀3级的偷渡者。刚才我提出分开逃跑，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方便我击杀。因为我现在距离3级还差一点经验，据之前在地球上了解到的，只要我击杀了探险者，就能。您成功击杀探险者，可失去被击杀者腕表，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目前您击杀了2名3级探险者，每人可掠夺100点经验。您掠夺多少，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果然可以掠夺经验，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比杀怪多那么多吗？那我要掠夺他们每人100点经验。好的。恭喜您升至3级。终于3级了，现在我总属性有76点了，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点左右。现在终于有回去救柱子他们的实力了。一个武徒，一个医生，呵呵，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两个圣药顶级职业。如此优质的职业，咱们可得好好折磨死他们呀！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还是会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柱子还被两个偷渡者追杀，他真的还会回来吗？会，一定会的。虽然看他平时在追女生时老临阵脱逃，但要是碰上他朋友或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你们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前戏做完了，去把他们的皮剥了吧。我是。一定会出现！呀！这敢刺！我就知道，开会回来的。谁？谁在那儿？是刚才那偷跑的回来了吗？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出来！看不见，根本不知道在哪儿。难道圣药是诞生了什么像偷渡者一样能进入新手区的新职业吗？若是这样的话，你
须跑！偷渡者队长要跑了，怎么了？我兄弟还想走？命我留下！偷渡者全解决了，暖暖，你们怎么样了？哎，你终于回来了。可是，朱子哥他伤得很严重，我已经治不好他了。凯，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那这次，我可能没法再跟你们走下去了。凯，暖暖。和你们的冒险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接下来你们就带着我的份儿努力的通过试炼吧。朱子哥，你这唧唧哇哇叫唤啥呢？行了，我故意留了六个偷渡者大仓没杀，你们俩快补刀掠夺经验，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了。对啊，鬼星上是能通过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啊，还有这招，那我刚刚岂不是白申请了？就知道你小子在故作矫情。总之刚才这帮偷渡者折磨了你们是吧？那你们现在可以在补刀的同时反手折磨回去，告诉他们什么叫天道好轮回。嘿嘿嘿，凯，这样不太好吧？不好吗？在咱圣药，这叫回礼，这可是一种传统美德。OK， 是美德呀，那我可得狠狠地彰显美德了。这帮人是什么恶魔呀？你们不要过来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刚才圣药有个新人，反过来把我们全杀了。啊，他比我们还残忍！我经验被抢，还降级了。这什么情况？偷渡者们能被虐成这样？难道圣药出现能对抗偷渡者的新职业了吗？不好！从刚刚暖暖腕表查获的数据来看，暖暖他们小队肯定是遭遇偷渡者了。什么？难道不会已经……从来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下逃脱的。准备好他们的死亡心理疏导吧。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根据数据显示，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不但没有死，反而还升级了。什么？怎么可能？碰上偷渡者不死还升级？难不成偷渡者是在帮他们杀怪吗？不，暖暖要是升一级，我还勉强相信他是刷怪升的。但数据显示，暖暖一下子连升两级。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暖暖他们杀了一群偷渡者？这不可能！局长，快给我看看暖暖小队的数据。是。真的翻起了。命轮之主将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握着你，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你
间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局。君越科技，如果不是击杀了偷渡者，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两级。不太对吧？暖暖是非战斗职业，那五图前期伤害也不高，难道偷渡者都是那江凯打残的？这也太夸张了。哼，我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那个江凯，但他等级职业不明，这怎么回事？我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了，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用来在鬼星上探查必要信息。在江凯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十几年前就停止维护，不再更新数据了，所以我们很难查到它的信息。什么？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初代的老古董腕表？哼，有意思。去给我搜集这个江凯全部的现实资料，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什么人物。是。厉害呀，没想到我还真的靠升级满血复活了。没想到我也。而且我还获得了职业技能旱地践踏，现在我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了。我也激活了职业技能医者元心，现在我的治疗能力更强了。不愧是武徒和医生的职业技能，一点都不花里胡哨，很实用。凯，你说我现在都比你高一级了，接下来我会不会也能像你一样虐偷渡者了呀？想什么呢？你以为三级就能虐偷渡者啊？我现在都四级了，你们看我属性。哇塞，你小子啥时候升四了？刚才不还是二级吗？哇，而且总属性96点，都相当于八级探险者了。刚才我逃跑时杀了两个偷渡者升三，回到这儿又杀了五个，还杀了个五级的，所以就升四级了。他怎么又逼我装啊？我受不了了。凯，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步，我之前听到那个队长说他们是偷渡者二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一队吧。啊，哈哈哈，哪来的国际笑话？哈哈哈，二队能被几个新人灭队，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就是啊，他们要不退休吧。别掉以轻心，上级既然说了这事儿，就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得提防着点了。防啥呀，新手区风林也就五级，而咱们队都是五级，在这里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不是吧，凯，你确定要打九个五级偷渡者？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别怕，以我现在的属性，就算杀不了他们，保护你们撤离也是没问题的。况且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其他新人下手。所以与其被动防御，先下手为强。小心有人。哎，检测到了，是个四级的新人。哼，四级新人到了这个地方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升级呀？这没准就是那灭二队的人。哼，不错，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所有人保持警戒，队形追上去，拿下他就是大进攻。不好，偷渡者居然还知道保持队形吗？之前我们定的计划是我先诱敌，等柱子找机会用旱地践踏击飞所有人，我再抓住偷渡者们被击飞的间隙将他们都杀掉。现在偷渡者队伍拉得太长，
如此，主子若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整个最后但凡留下几个偷渡者，都可能会被他们逃走。就算如此，也不是没想好对策。想要把偷渡者全消灭干净的话，就把这小子血脉也用了。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往哪儿跑呢？ 小子是吓得慌不择路了吗？你老子清醒点！哟，还能跑？不够劲，扒了他的皮！防狙击的，不够劲！说什么呢？告诉你，你这小子，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 命运之主将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 光雨把光景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变成只有我听得响亮。自然心情多么触不可及，当光过境时我的呼吸。 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 搞什么呢？这武级是四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不对劲，队长，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没查清他的属性。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腕表检测他，我发现虽然他的总属性我还查不清楚，但现在我能查到他的敏捷，30天左右。什么？30点敏捷？你看错了吧？我武级敏捷还不到20点。 要是他敏捷跟我这么多，那我怎么可能砍得到他？不对，腕表很难出错。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的？我靠，我们中计了！快撤！什么？一帮二傻子终于发现了呀，但现在你们的队形都被我骗在了一团。什么时候想跑？已经晚了，快地陷坑！ 干得漂亮，柱子，接下来交给我了。一次性解决。天哪，9个武级一下全灭了！凯，你什么变态呀？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武级偷渡者，一共掠夺2000经验。探险者江凯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 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终于5级了吗？击杀的探险者，每高一级可掠夺的经验就翻1倍。一个5级探险者就能掠夺400经验。哇，凯，你5级了，听说5级在新手区是封顶了。天哪，你这就封顶了？哈，没什么，探险者杀探险者经验高嘛，我还留了4个残血偷渡者，你们快补刀掠夺经验吧。 凯，那接下来做啥？之前为提升战力，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现在我刷够了，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了。等你们也拿够积分后，
就是时候去终点了。好的。接下来也终于轮到我刷怪了。大家注意，这里接近终点，应该能刷很多积分。不过越靠近终点，怪物越可怕，甚至有新手区 BOSS 出现，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东西？是人脸兽的尸体。他们身上好多咬伤，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刚才我远远看到了这道金光，似乎是有什么金色生物杀了两只人脸兽。金色生物？什么生物能搞死两只人脸兽啊？那玩意儿不会奔着我们来了吧？什么东西？金色，是金色生物，这玩意儿真的盯上我们了。开，小心！开，当心，那东西伤害很高，会咬人，小心被咬。太可怕了。什么情况？什么？这么快的东西居然被凯随手抓住了。啊，你们觉得这东西很快？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谢谢。混蛋，你骂谁又慢又肥呢？被你抓住不过是本署的失误。哼，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呢。那我再放开你试试。你小子放手干嘛呀？那可是咬死两只人脸兽的。没事，他对我来说太慢了。凯这么快的吗？好厉害。这老鼠好像被我抓服了，都不逃了。天哪，凯，你这是靠手速捉了只宠物吗？也不知道这老鼠能不能驯服当战力，但能白捡两具人脸兽尸体还是很赚的。你俩差点经验就升四了，咱们快把尸体收了去刷怪，争取试炼结束前让你们都升到五级。小叔叔好可爱。感觉跟凯一比，我这武徒好像啥也不是啊。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是轻盈，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去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到了，终于到了，
这么多天，终于走到了新手试炼区的终点。这位新人，恭喜你通过试炼，我们是新人接引官，欢迎你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但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一了，不过名次不重要，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很不错了。长官，我确实不是第一个到这儿的，但你凭什么以为我就不是第一名了？啊，什么？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可是能换很多积分呢，你一个新人能杀那么多怪物？废话，我可是皇家二少爷，未来玄武公会的高层，我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什么？是坐拥玄武公会的皇家吗？玄武公会可是圣耀十大公会之一，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那恭喜你，从积分看，你现在不仅是这次江中城区域试炼的第一，甚至还能进入整个圣耀国的前十名。好，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儿了，拿下试炼第一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些时间，整个鬼星必将是属于我黄伟的时代。奇怪，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但我们走了半天怎么一只怪物都碰不上，总不会是被这老鼠吓走了吧？怎么可能，叔叔明明这么可爱。什么动静？这是无影狼。糟了，那是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原来我们是闯入了他的领地了。我们被包围了。凯，我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碰上的人都死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这的狼区数量太多，我一个人还有可能逃走，可柱子他们肯定跑不过，那就只能拼死一搏了。柱子，暖暖，我们跑不了了，只有杀了狼王才可能突围，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啊，好，看我的，旱地践踏，控得漂亮，柱子，暖暖，趁现在给我的武器附加陆行生毒素。是。接下来看我的。什么？你能击穿狼王的防御？他们来了！不好！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了！凯，合攻狼王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行，狼王防御太强了，现在狼群围上也会杀不完。这，谁打扰我睡觉？姐姐，吵死了！姐，都给我安静！那只老鼠咬开了狼王的皮毛，鬼眼专注，这老鼠居然把 BOSS 咬出了一道伤口，太好了！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才导致我攻击失败。但如果狼王的皮毛被破开的话，只要往伤口攻击，狼的防御只会失效。还有效果，现在只要继续令鬼眼专注，对着伤口攻击，就一定能。什么？卡伊击救？击杀了无影狼狼王？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
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面对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光过尽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全月科技，什么？卡伊急救了？击杀了无影狼狼王？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这，我本还想着打持久战，结果刚才那一击，居然触发两倍被暴击。也是，耍怪这么久都没暴击过一次，到现在暴一次也算正常。凯，快看，狼群，狼群好像要跑了。柱子，暖暖，你们还能打吗？能。那就好，现在没了狼王指挥，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想想他们刚才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别放过他们。打完了！哇，没想到我们成功解决新手区 BOSS 了，我们好厉害！刚才我留下了很多残血无影狼，你们都赶紧补到传积分吧。嗯，那接下来呢？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积分到手，接下来当然是去终点了。这就是我们摄药国在鬼星上的领地吗？哇，好宏伟！当然，圣药城可是圣药国的人在鬼星的最大活动基地。啊，凯，那叔叔跑了。没事，这是那小家伙的自由。要是有缘，我们没准还会再见呢。哇，这接待大厅可真大呀，好多人呐！恭喜通过试炼，我是新人接引官夏涛，现在所有通关新人都在这儿了。长官，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啊，当然，我。好巧啊，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喽啰也来参加试炼了，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没想到黄伟这家伙居然早就来了。哟，哥们儿可是第一，而你们也完美的包下了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哼，看看这帮废物，这成绩也好意思问。都是一分都没有的废人。我妹妹为了给我攒钱来鬼星，就在黄伟家打工。而这人渣居然多次想要骚扰我妹妹，而且黄伟也经常拿我哥生病来羞辱我。
你哥是病秧子，你是废物。黄伟，我劝你嘴巴干净点。没事的，主子。不好意思各位，恐怕黄伟说的排名马上就要重排了，因为前三要被我们三人包了。他刚刚说什么？发什么神经呢？三个倒数要包前三，靠嘴吗？是啊，该做心理辅导了。三个傻子。柱子，暖暖，我们不装了。嘿嘿，就等你这句话呢。那就摊牌吧。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怪物尸体卡，不仅有人脸兽，还有这么多无影狼。不会吧？这是不可能。我还看到了无影狼王。开什么玩笑？你几个废物击杀这么多怪物，甚至有无影狼王，这怎么可能？是不是真的？排名会告诉你。快快看，排名真的被更新了。啊，这么说他们的积分居然真的属实？怎么可能？而且他们真的拿下了前三。你以为这就完了？长官，请问击杀偷渡者能算进积分里吗？这是儿国偷渡者的腕表。什么偷渡者？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果然是一帮骗子。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面对成只有我等的旋律。自然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尽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果然是一帮骗子。而且这次试炼还有什么偷渡者？各位，你们有看到偷渡者吗？没有，完全没看到。长官您看，众人作证，除了他们根本没有其他人看到过偷渡者，一定在造假。取消他们的成绩，严查他们。这处理，严肃处理，快严惩这帮骗子。各位放心，偷渡者出现过确实是事实，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而已。什么？一开始我听见这消息也很意外，但上头让我亲自来嘉奖江凯三人，就说明是千真万确了。什么？那是江中城副手卢俊？这种大人物都来了，那他们杀了偷渡者居然是真的。江凯，
军方为了奖励你们解决了偷渡者危机，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呢。什么？原本第二名、第三名的奖励由 B 改为 A 级，而第一名江凯的奖励则由 A 级改成 S 级。真的吗？啊，是吗？太好了！谢谢。什么？奖励居然提升到了 A 级和 S 级？A 级就有这么好的装备吗？江凯的鬼星小课堂开课。目前鬼星的装备分为 S 到 F 品质， F 为最差的品质， S 则是极品。一般 B、C 级品质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都梦寐以求的装备。可恶，江凯得到 S 级奖励就算了，还敢把我从榜首挤到第四，不公平，这成绩一定有问题。那江凯一家人都是下等人，下等人凭什么比得过我？黄伟，军方都来证明了还不够吗？被我警告你，你侮辱我的家人。什么？老子有说错吗？你家不就是地等的贱民吗？黄伟，哥是病秧子，妹妹就是个洗碗的，就是被我按在墙角打得砸碎，今天居然敢死到我头上。要知道你那女仆妹妹还在我家打工呢，你敢惹火老子，放心，我哪天把她警告过你。啊，别侮辱我家人。什么？开我黄伟出手了。黄伟可是来自坐拥全国十大工会之一玄武工会的皇家呀。这江凯敢对他动手。江凯，你敢对我出手，知道你会面对什么吗？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出手了，我还会管你是谁？啊，在这末世，家人对于我而言可是最重要的。江凯，不要冲动。让他去，我想看看他到底会做些什么。只要有人敢动他们，无论是谁，我都一定会出手，而且还会下死手。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一级探险者黄伟，可掠夺六点经验，是否选择掠夺？才六点经验可以掠夺，大家族就这么穷？什么？他居然敢杀皇家少爷！虽然鬼星上被杀，现实中不会死，但皇家的玄武工会可是一方巨擒呐！不错，这小子虽然莽撞了些，但军人就该有这种血性。不愧是上头指定想见的人。各位，刚才是黄伟先动手挑衅，江凯是自卫反击，这事就先告一段落吧。江凯，你们三个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领奖励。啊，是，多谢长官。天哪，凯，你刚才帅爆了。很霸气呢。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哇，嘿嘿。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
今日心情平多么猝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哇，嘿嘿。哇，取生命玉石，这可是医生职业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嗯，生命玉石可增加体质、精神各15点，并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很不错。哈哈，快看，我的是皮甲，好帅啊！嗯，黑岩漆皮甲可增加防御力量各16点，还能降低 16% 的伤害，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哈哈，我这也太适用了。凯，你的也快打开看看吧。好。这是。未鉴定装备需鉴定。嗯，居然是要鉴定卡才能看的装备。哇，需要鉴定卡，那一定很不错吧？是的，品质好点的装备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我正好有几张可以帮你们鉴定。九节追命 S 级武器，提升九点力量、九点穿透力、九点敏捷。特殊效果：每使用一把追命，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 10%， 最高提升 90%。触发暴击后，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居然是暴击类武器吗？新人攻击力低，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再加上加的属性也不是很多，这 S 级似乎都不如 A 级呢。啊，长官，这就有点坑我兄弟了吧？那么卢长官，凯的装备能换吗？很麻烦，但我可以帮你申请试试。不，不用换，我就要这个。啊？这装备哪是坑我呀，这分明是最适合我的极品装备。要知道如今我的暴击伤害不是常人的两倍，而是200倍。只要暴击，就算是无影狼王也挡不住。但可惜我暴击率极低，要是碰上强敌，估计没打出暴击就死了，很难有用武之地。但九节追命每把打出都至少能加 10% 的暴击率，第九把打出甚至能加到 90%， 几乎是必定暴击。这装备甚至可以说是赌徒完美的专属神器。行，江凯喜欢就不换了，然后你们试炼过了想回地球的话就可以回了。只是江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我这边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地通过了新手试炼，不知道大哥他们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是谁发达了吗？算了，和我也没关系。大哥，英子，我回来了。猜猜，啊，你，哟，等了半天，终于有人回来了。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好威风。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你们想做什么？
跪下。江凯，你知不知道我弟被你在鬼星上杀了，现在回来都被送去心理治疗了？要知道，只有我黄家欺负你，从没人敢欺负到我们黄家人头上。所以你能让黄伟一个月不能上线，我就能让你一辈子不上线。去死吧！啊，我要死了吗？什么人？江凯，我应该让人提醒过你，回家注意点吧。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都别动，军方办事。啊？什么？是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魏婴？这种大人物怎么来了？哼。我们是为了江凯来的，今天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呢。命轮之主，当义便降临人间。6月29日至7月1日，三天连更。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崎岖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刺耳的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雀跃科技，总指挥是为江凯而来，怎么可能？这小子究竟什么身份呢？什么？江中城最高指挥官这种大人物，会为了我？老实点。魏指挥，谢谢你们今天来救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别紧张，我们找你也是有目的的。这次新手试炼，你、袁柱和苏暖暖都表现优异。你知道，在你下线后，袁柱和苏暖暖已被邀请加入军方了吗？我们来此也是想邀请你的，毕竟你是新职业吧。江凯，你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吧？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其中每次转职探险者的属性技能都会发生变化，有些会变得更强，有些则会变得更弱。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了，所以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军方也一直在发掘新的职业，而你拥有的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所以江凯，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军方吗？你放心，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很抱歉在来之前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知道你哥生病了。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军方，军方不但会保护你们一家，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都会全程担下。
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医药费吧？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应的话明天就来军方报到吧。到时找我就行。抱歉，我拒绝加入军方。为什么？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而言，比如柱子的舞徒和暖暖的医生。但我不一样，我可是新职业。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不也受到了军方高度重视吗？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酒鬼亦是如日中天。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酒鬼不就被军方抛弃了？看看酒鬼的现状如何。而且我们兄妹三人在这棚户区相依为命十几年了，我们更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寄托于他人的保护。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抱歉，我没那么伟大，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安安全全地活下去。你算了，我懂这小子意思了。十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的，但是小子要知道你哥可没多少时间了，而且在这个末世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在接下来一个月内，军方依旧会保护你家不受皇家骚扰，如果你能在一个月内赚到你哥的手术费，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我就同意你拒绝加入军方。但若赚不到，军方就会承担你哥的医药费，助他续命，而届时你也必须加入军方接受考察，如何？这行，我答应。如今面临和军方的赌约，我必须快点回鬼星给哥哥赚到手术费，而且再加上皇家的危险，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再住在这种地方了，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住，以保证安全。所以这次重回鬼星任务繁重，下次我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钱回来。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教育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工赚钱了。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6月29日至7月1日，三天连更。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人心情平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
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教育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怪赚钱了。不过新人想在鬼星上赚钱，就必须先加入一个工会，因为鬼星上怪物强大，单人去打怪基本必死，所以新人冒险者必须加入工会组团打怪。毕竟工会就是一个大团队，只有跟团才能提高生存率。那么我就来看看有什么工会可以加入吧。你好，我要加入一个工会。啊，不好意思，您是江凯吧？目前您一个工会也加入不了哟。啊，为什么？因为您得罪了皇家，您现在已被所有工会列入黑名单了哟。所以别出意外的话，您以后只能一人单挑鬼星了哟。什么？得罪了皇家，就没一个工会敢收我了吗？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这位客人，请问您是在魏区哪个区域打怪而犯愁吗？我是算命先生，可为您算出最佳去处，一次只要100鬼星币哦。是什么？是什么？抱歉，我是无神论者。等等，客人别走，您可以砍价啊，80、30，或者我给您免费算一卦，希望当时开业酬宾也行啊。哦，免费啊，那就麻烦您了，我现在迷信还来得及吧？啊，免费就回来了吗？这人真抠啊！算了算了，就当熟练技能吧。天干地支，乾坤不灭。客人，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若不想被危机缠上，建议你去国王谷。危机？我确实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只不过安全区内规定不能杀人，皇家还不好动我。目前新人首选冒险地都是1至10级的灰烬平原，但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杀我。而太平山道是15级以上才才会去的地方，目前我确应该必死。至于国王谷是10级以上的区域，以我目前的实力，去国王谷应该能勉强应付。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设伏。行，既然皇家不让我加入工会，那我就单挑鬼星给他们看，国王谷便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谢了，多谢指点。哎，等等，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天哪，我说的是组团去啊，国王谷是什么地方？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算了，溜了溜了，不关我事，别回来给我差评就行。这就是国王谷了吗？也不知道这里的怪物强不强。有动静。吃住，这距离黑猿是11级的，咱们都是10级，拼命点应该能拿下，再加把劲。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好激烈，而且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不知道我碰上的话能不能打过。真来了，我只是想想而已，没那么巧吧。72评价危险，距离黑猿等级13评价危险。天剑小队击杀11级距离黑猿。哈哈哈哈，终于赢了，我们太棒了。队长，我们四个10级打11级黑猿居然没减员，这战绩是不是能拿去吹了？当然，也不看看谁是队长。糟了，我这是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吗？对，队长，那边居然有一个人在和3只黑猿战斗，而且每只都比我们打的这只等级高。我们要去帮忙吗？蠢货，那人肯定是太逞强，
一次性吸引到了三只，现在他一只也干不掉，我们去了也必死的。我们还是赶紧走。击杀十二级巨力黑猿。Nice， 每打出一把追命都能提升暴击率，打出去的第五把终于触发了超级暴击了。命轮之主，当意便降临人间。6月29日至7月1日三天连更。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回我的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刺耳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光过就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雀跃科技，击杀十二级巨力黑猿。什么？我们拼了老命才击杀了一只十一级的巨力黑猿，这小子居然一身就秒掉了一只十二级的。下一级，嘿！击杀十三级巨力黑猿。Nice， 这次只靠一把追命加了10%暴击率，就触发超级暴击了。什么？又秒杀了一只，很好，现在就只剩一只了。这十四级的巨力黑猿是这附近最强的怪了，我不信他还能秒杀。现在只剩三把追命在手，但我精神力和体力也都快消耗完，马上要逃不动了。我只能在被他抓到之前，可能的增大暴击概率。我先杀死他。太好了，倾尽所有武器，真的让我赌出暴击了。击杀十四级巨力黑猿。他真的把三只都杀了呀，十几人以上的团队都很难连杀三只巨力黑猿吧，这是什么人啊。没想到这的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打，现在一下就三张尸体卡到手了，看来一个人刷怪好像也不难。大神，哎呀，完了，大神走了，碰上这种大神一定得攀关系啊。一开始是你们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啊，真是毁死我了。不是队长你吗？不啊，我没看错吧，三五图一士兵一医生。这是皇家玄武公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吗？他们怎么会来新手区的灰烬平原？好强的样子！我们搜遍了灰烬平原，居然都没找到那个江凯。听说最后一个见过那江凯的人是你，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儿。你们想找他做什么？哼，这不是人尽皆知吗？江凯惹了皇家，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是吗？江凯去了国王国，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行，但你要是敢骗我们，
等我们回来，你就死定了。猎鹰小队可是皇家二十级冒险者里的顶尖小队啊！碰上这么强的队伍，那个叫江凯的绝对死定了。强吗？对于没礼貌的人，向你先生可不会说实话。刚才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卦，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很好，杀了16只巨力黑猿，终于升到6级了。据说一只巨力黑猿的尸体能卖不少，虽然刷下来很辛苦，但只要继续刷下去，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喂，那边那小子，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嗯，这位朋友，有兴趣加入我们吗？你们是？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可以分，怎么样，你加入吗？狩猎团队？但我没有队伍，我就一个人呢。没事，我们正巧就只需要一个人手。看到了吗？那边有4只精英巨力黑猿，他们守着的洞穴里就有精英宝箱，但4只精英黑猿太强，我们只有3支队伍，所以需要你去把其中一只黑猿引开。只要你能引开一只，再等我们3队分别解决剩下的3只，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精英宝箱吗？据说精英宝箱里有许多好东西，比起怪物尸体可赚得多，我必须想办法拿下。但面对正常人必须组团才能打赢的强大精英怪，他们居然想让我一人独自引开一只。分明是没想让我活着回来，这样他们3队就能吃下4队才能打的宝箱。不过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不答应怕也是走不了了。好啊，我同意。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6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驱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去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还是会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巨越科技，那就行动起来吧，大家注意好，一对一只。小哥，快发誓！在哪？该死！哈哈，不错，那小子真做到了。那么这样就少了一对分宝箱了，现在才能安安稳稳的一对一只，都给我玩命杀！是。这也太算计人了，这精英黑猿的属性怕是普通黑猿的几倍，
换一个普通探险者来，早死了。不过，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也扛不住我一次超级暴击。那么，为了宝箱，接下来该轮到我利用他们。马上再加把劲儿，卡完就能分宝箱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而且真的有宝箱，看起来应该能值很多钱。太好了，有了它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那只十五级的精英黑猿。突然感觉到一股恶寒。什么？你还有一只二十级的精英黑猿？他们是战前没探测到吗？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等级二十级，级别危险。他只能挡住出口的方向。要先战斗了。打到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土元素精英级巨力黑猿，23点防御，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体表防御，无法造成伤害。追你穿透只有9点，打不穿23点防御，难道要和打狼王时一样，必须先穿透防御才能造成伤害吗？好痛。属性相差太多了，我不会是要死了吧？在鬼星上死亡会被惩罚，需要等一个月才能再次登陆鬼星。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直接输了和魏指挥的赌约？那我连带着哥哥和妹妹都得被迫依附于军方了。但是我现在好困，好困。喂，星星，喂，星星，千万别睡过去，让奴隶保持清醒。大哥哥，大哥哥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救出去的。哎呀，我怎么能想着睡过去呢？大哥当初在兽神战场都能拼死把我和妹妹救下，所以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倒下？以上二十级古属性精英巨力黑猿，成功了。虽然土元素黑猿体表防御高，但他口腔内的防御不高，只要攻击他的口腔内部，就无需穿透防御，就像当初先破皮再击杀狼王一样。那么精英宝箱就归我了。我们赢了，多亏那小子引走了一只，不然我们得被全灭。但那小子肯定是死了。好事啊，那小子死了，我们还能少一个人参与分宝箱呢。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
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而去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局。取悦科技。走吧，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哈哈，这回咱们赚大了呀。嗯，宝箱呢？金银宝箱怎么没了？老大，我刚想起来，刚在战斗时我好像看见那小子偷摸进山洞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当时是我看花眼了，因为我不认为他能活下来。什么？什么？队长，那我们岂不是白倒了？为了这次，我们可是忙活了几天呢。您看，虽然没打到宝箱，但您是不是还得给我们发工资啊？您可还欠我几个月工资呢。到最后，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计了吗？到这应该就甩开那帮人了。那么，你来看看金银宝箱里有什么吧。哇，太棒了！居然有这么多矿石，而且还有装备。装备和矿石在鬼星的价值，可比怪兽尸体大太多。这下发财了。还有一个装备，这手套是什么装备？攻击类的吗？戴上试试。戴上后感觉身体轻便了，而且更有力了。它倒是增加敏捷和力量的装备。来攻击试试。短刺上出现了普通的火焰。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在鬼星，火焰有很多种，特殊的火焰能在战斗中给对手造成高额伤害，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几乎不能拿来战斗，只能用来做照明或烹煮食物。普通火焰给我挠痒。唉，难不成这玩意儿以后只能拿来做烧烤了？四只金鹰级同属性黑猿，糟了，这只恰好被我用来试手套的攻击给打中了吗？刚才对付一只同属性黑猿都陷入苦战，现在一下四只，真像干掉之前那只那样，准能攻击他们的嘴巴了。无法通过防御，造成伤害为零。不好。居然在遭受攻击时吃到封嘴了！这嘴一张开嘴，我手里的追命不够杀死四只。难道今天要死在这儿吗？啊！这火苗怎么扩散了？大的火，这什么情况？
黑猿们怎么突然？击杀古元素精英，距离黑猿四只。全死了？啊，对了，小刚才好像看见了火焰的伤害，从十变成了两千点。收集烧焦古元素，距离黑猿尸体四只。千不是十的两百倍吗？难道说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能继承我的两百倍暴击伤害，而且还能让火焰扩散造成群伤？要知道普通火焰威力虽小，但只要怪物没有火抗伤害，就能无视怪物防御的。每秒能烧两千点的话，那我简直相当于直接化身火法了。这装备简直是我的专属群伤神器啊。如果不用再担心打不穿怪物防御的情况，那我岂不是能……之后那一晚，国王谷的巨力黑猿们他们原生的是暗时刻，他们从未见过只用五滴火焰就能把他们烤成牛蛙的人，也没见过一个只要看到什么东西带有血条就全部不放过的恶魔烧烤师傅。哈哈哈哈，方圆十里宝物不留。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就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秋月科技，太好了，一晚上杀了几十只巨力黑猿，终于升级了。目前手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也已经是二十级以内无敌了，而且还刷到了十个精英宝箱，加上一堆黑猿尸体应该能卖很多钱。不过一个人在鬼星单刷还真有些孤单，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不过他俩有军方做靠山，混得怎么也应该比我要好吧。怎么这也没了呀？是哪个混蛋杀光了国王谷的黑猿的？来国王谷快一整天了，一只黑猿也没碰上，还让不让人混了呀？啊，好怀念凯带我们刷怪的效率啊。下等兵援助，苏暖暖不许说这种丧气话。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而这里对新人来说可是高等级怪物区，要是江凯带你们来国王谷指不定多彩。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不是来听抱怨的。走吧，继续去找黑猿吧。是，但我还是想凯。我也是。说来也怪，来国王谷几天了，
就只找到这几只普通黑猿。杀区区几只普通巨力黑猿，对于我们而言，真是轻而易举。哼，王伟少爷让我们来杀那江凯，简直大材小用。一人也就能单杀一只而已，不过如此。前几天我们可是看见了一个能单杀三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呢。就是，那场面真是牛逼啊！一个人单杀三只又如何？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这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吧。切，死鸭子嘴硬。算了，我问问你们，有没有人在国王谷看见过这个人？又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人单挑三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嘎嘎帅。喂，你们是瞎了吧？看清楚，这只是一个五级新人。是啊，别因为嫉妒我们就什么都胡说八道啊。不信你们就去找这位大神啊，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我还跟那位大神打了招呼呢。什么？你的意思是江凯就在这附近？太早，都在这破地方转了好几天了，也是时候给黄伟少爷一个交代了。是，终于能杀死那小子了。看起来他们是要去找那大神的茬。大神那气质一看就是低调的世外高人，这几个人这嚣张劲在漫画里一般都是炮灰设定。就是。此时国王谷的出口处人满为患。倒霉死了，怎么这次来国王谷一只黑人都碰不到啊。哎，据说是发生山火全烧死了，等刷新了再进去吧。是啊，反正大家都得等，又不是被谁一人刷光了。此时一人刷光黑猿的罪魁祸首正好路过。三天时间刷光黑猿，等级提升到了十级，还拿下了19个金银宝箱，可以先回圣耀城卖钱了。喂，江凯，给我站住！藏头露尾躲了那么多天，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天哪，这不是皇家玄武公会的猎鹰五队吗？这小子怎么惹到这种精英级的小队了？皇家玄武公会，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明知故问，难道忘了自己在新手试炼中惹了谁吗？你这下等人敢惹皇伟少爷，我们就还要你命的。喂，新手试炼时是黄伟动手在先，我只是反击，确定要对我动手吗？我管你们谁对谁错。你知道杀了你黄伟少爷会给我们多少钱吗？是，既然你们为了利益就选择是非不分了，我也不必留手了。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精神丰满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面对成只有我等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穿越科技，
笑，一镖没中，难道这小火苗就是你的技能？我现在很怀疑，少爷真的是被这废物杀了的吗？居然用普通火焰战斗，这么低的伤害，简直丢人现眼啊！我还以为多强呢，这是在给人家点烟的吗？可笑，我这火苗现在伤害是低了的，但要是我能让这火苗的伤害升高一点呢？怎么回事？这这火焰伤害怎么那么高？怎么我感觉也要？我也是。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五队，可掠夺队伍经验。这什么情况啊？好了，既然你们非赶着给我送人头，那这份孝心我就收下了。这小子一人就团灭了猎鹰五队，这可都是二十级的顶配精英队伍啊！要不是亲眼看见他用的是普通火焰，我还以为是摆拍呢。妈耶，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物啊？开始掠夺经验。目标等级为12级，属性为超出可评估范围，评估失败。我的天，为什么我的腕表没法评估它的属性？查不到，怎么可能？我知道了，莫非他是靠道具屏蔽了外人探查的火法大神？火法大神？是的，一定是的。没准就是火神。舒服，又升了2级。对了 ，AI 智能，他们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啊？精灵赌徒的加倍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导致您和同级的人属性差别太大，造成了腕表的评估失效。是。那他们探查不到也好，省得被人眼红盯上。你好，我想出售打到的装备。好，欢迎光临。一天了只等到一个穷酸新人吗？今天的业绩看来又要垫底了。好的，我东西不是很多，请您算算多少钱。就你这样的新人能有什么好东西？我猜顶多……您看，这一批是我打到的几十张巨力黑猿尸体。而这一批是我打到的19个精英宝箱。啊，不好意思，请问还能看见我吗？想问一下这些一共能卖多少钱？这小哥是从狩猎工厂来的吗？别人都是按个儿卖，他怎么论批啊？您不用担心，正巧我是这儿的销冠，今天就由我来给您结算。原来是大客户，订单拼了老命也得拿下。那麻烦了。这位大客户，这边您的尸体卡牌能卖10000鬼星币，而精英宝箱盒里面的东西能卖170000鬼星币，所以一共能卖180000鬼星币呢。180000鬼星币？鬼星币是鬼星货币，一鬼星币能换10圣耀币，算下来就是1800000圣耀币，这样就够哥哥的医药费了。现在和魏指挥约定照顾好大哥的赌约也算完成了，我不用加入军方，可以回地球去安排大哥住院了。喂，等等，上次没陪我算卦的那个，等等。那个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没错吧？你应该收获满满，还宰了几个没礼貌的人吧。啊，去国王谷确实帮了我大忙，多谢了。那能不能看在这件事的份上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呢？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有啥事你尽管说。那个就是我胡言想加入你的队伍，请您让我今后和您一起并肩作战好吗？告辞。这就走了还是这么现实吗？
果然还是老样子，被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怎么会有人要吗？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崎岖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人心情平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果然还是老样子，被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怎么会有人要吗？算了。喂，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免费送你。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最后一次？你也是穷人吧？你想永久下线，不想继续在鬼星赚钱了吗？哎，我也想啊，可我赚不到啊，毕竟哪个队伍会要一个只能在战斗中算卦的废物呢？当初风水师职业刚刚出现时，我靠着军方的扶持顺利升上20级，并转职成了算命先生。但风水师初始天赋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些，而转职成算命先生后也只是多了个算卦技能。军方在发现算命先生对实战毫无帮助后就放弃了我们，我们也因为战斗能力太弱而没人愿意带我们组队，等级一直止步不前，没人带队打怪，我每天只能在鬼星上混日子。要是回地球当拾荒者干苦力什么的，起码不会坐吃山空。那很辛苦的，我哥身体就是这样熬垮的，你一个女孩子扛不住的。扛不住又怎样，地球上我可是还有弟弟妹妹的，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我可不能扛不住。没事，大哥能扛住的。你们乖乖在家，别偷跑出去啊。想当初大哥也是这样，大哥本想来鬼星发展，立志日后成为打击兽神的强者，但他在收养了我和妹妹后，怕我们没人照顾，于是放弃了来鬼星的机会，直到熬垮了身体。好了，你在这等我，我去寄存处把我的东西都取出来给你。今天过后我就得永久下线，回去和生活对线了啦。等等，下次吧。我叫江凯，我现在也要下线了，但不是永久的那种，下次上线我要是还能找到你，我们就组队吧。真的？真的，要是骗你，就让我一辈子赚不到钱。你这人那么抠，那么在乎钱，敢说这话，就一定是真的。谢谢你，你果然是好人。你说什么话呢？好话。大哥，
三妹，今后你们就不用上班了，我赚到钱了。嗯，真的？二哥，你哪来的钱？不违法吧？什么话？我都是在鬼星上赚的，明天就能安排大哥做手术了，你也能回去学校好好学习了。小凯，这段时间很辛苦吧？没什么，比起大哥把我们两个孤儿养大的辛苦，我在鬼星上的经历根本不值一提。大哥你放心，之前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们，现在我有能力了，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生活。作为末世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干杯。嗯，喂，江凯，赌约是你赢了，你现在有时间吗？待会儿我会派人来接你去看看东西，你一定要过来呀。十位指挥，就是这儿了。这么多年，我小时候住过的城市，已经变成这样了。魏指挥，不知道您叫我来是？那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目前鬼星的探险者，虽然每20级可以进阶转职一次，但1至80级探险者的力量，仅限在鬼星上使用，而超凡者不一样。因为当探险者进入81级到120级的阶段，成为超凡者后，就发生了质变。因为那时原本只能在鬼星上才能使用的力量，现在为地球使用。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8月10日至12日，3天连更。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崎岖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刺耳心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雀跃科技，这超现实力量的出现，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一次巨大变革，这也是当今人类对抗兽神最有效的手段。击杀了，好强！哼，强，强吗？你可知道，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但就为了解决这家伙，我们已经牺牲2名超凡者了。什么？江凯，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你别在安全区住久了就忘了居安思危。这次的赌约是你赢了，我会遵守约定，不强求你加入军方。皇家那边我也会额外出面叮嘱皇家人别动你。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你吧？因为我这人相信直觉，而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未来或许能成为强者，强到整个圣药都需要你帮助的那种强者。但我知道，在这末世，你只想保护你的家人。毕竟，加入军方就要上战场，而上了战场，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战死沙场，但作为一个圣药国的人，若能做到为国、为你们而死，我心甘情愿。魏指挥，江凯，我不干涉你的选择，但若是未来圣药处于危难之中，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要为圣药而战。之后，江凯在地球休整了数日后，再度回归了鬼星。没想到魏指挥那么看好我，未来我真的能强到被圣药需要。算了，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国王谷距离黑渊已经没挑战性了，也该去刷下一个怪了。幽灵女妖，精英级怪物，伤害极高，能秒杀探险者，攻击带有破胆效果，并拥有幽灵体质。破胆，女妖的尖啸能使十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产生强烈恐惧。幽灵体质，只有来自十米范围内的攻击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好强的怪物，十米内会被破胆秒杀，但十米外又无法对其造成伤害。这怪物看起来可比巨猿棘手多了，没有队友啃不下来啊。非常无言。你不会从我上次下线就一直在这等我吧？哇，凯队，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等你好多天了。我一直记得的。凯队，那接下来是要带我去打怪了吧？我给你找了个很厉害的队友，我算出他会对我们打怪很有帮助，怎样，你要不要他？哦，对打怪很有帮助，那行啊。不过你居然也能找到队友，总不会是酒鬼吧？你好，我叫阮宇，我是酒鬼。哎，人呢？我不要。凯顿还是这么现实啊。凯顿，你就带上阮宇吧，他吃苦耐劳，很听话的。阮宇还会给你烧火做饭，捶腿捏肩，甚至他说只要你愿意带他组队，那他就还愿意在入队后一点不分战利品。阮宇同志你好，我是队长张凯，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人才，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一员了。今天作为队长，我就义不容辞地带你们去杀幽灵女妖，毕竟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个 family 了，走吧。哈哈哈哈 We are family。 咱队长这么现实吗？是啊，不是 family 只因你 free， 咱队长老抠了。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8月10日至12日，三天连更。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变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而心情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
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各位，女妖可是比黑猿还强几倍的怪物，一旦暴露就会被秒杀，我们千万得小声点。而且要注意，只有十米内的攻击才能伤到女妖，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找机会接近。是。队长。嘘，胡烟，小声点。嗯，我。队长。嘘，胡烟，安静。队长，我没说话啊。队长。不是你，那是谁在喊？队长，看我找到了什么。感谢您，我敬您一杯。周宇在搞什么呀？胡烟，你不是说他入队会对打怪很有帮助吗？我那只是随口一吹啊。警报，状态异常。好恐怖，好强，居然完全动不了了。队长，我们打不过的，不如我们都死吧。哇，这怎么有美人？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敢问您是来找我的吗？一定是命运让你我邂逅 ，Beautiful Lady， 让我好好看看你。Yes， 这辉光镜真华。萧湖，能动了？什么情况？女妖是被软语给控制住了吗？女妖的破胆尖笑也是有冷却时间的，必须趁女妖发出第二次破胆攻击前，赶紧解决。Lady。软语那个法师让我帮，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婆。我老婆呢？击杀精英幽灵女妖，漂亮，解决了。哇塞，队长居然能秒杀精英女妖！你们居然把我刚娶的老婆杀了！她可是我此生唯一的love啊！失去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我的亡妻啊！对了，软语他经常发酒疯吗？是的，软语是酒鬼，会忍不住喝酒，而且喝醉后有神丑倾向。那队长，我先去给你拿女妖的精英宝箱和尸体卡啦。对了，刚才软语明明也中了女妖的破胆，他为什么没被破胆影响？
而且还能反击女妖。酒鬼最被人嫌弃的一点，就是喝醉后会一时失控，但这看似是致命的缺点，却能无视女妖的破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队长，我蓝雨不就是用来骗出女妖破胆奸笑的天然神器？嘿嘿嘿嘿。啊，海队怎么忽然笑得这么邪恶？这决定是你了，去吧，蓝雨。呀！快快快快！哎呦呦，你没事了。哈哈哈！美人，你怎么看见我就流口水啊？你是馋我身子吗？正巧我也馋你。哦，come on， 美人，你这迷惑又太爱了。今晚就让我俩做起爱情的小火苗吧。好，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可以近身攻击了。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8月10日至12日，3天连更。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围绕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侧耳去倾听，多么猝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可以近身攻击了。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级幽灵女妖。你们又把我老婆炸了 ！Oh God！ 我诅咒你们这些坏蛋不得好！漂亮，趁阮宇没醒酒前。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Yes sir。哈哈，别炸我的星期一号老婆呀！嘿嘿。我的第23位老婆又被这俩畜生炸了。不要啊！放过我的第35号老婆。嘿嘿，太棒了！没想到靠阮宇。一下拿下了35个精英女妖宝箱，直接把国王谷女妖都刷完了。这效率我做梦都不敢想啊！而且击杀完35个精英女妖后，我都连升2级，升到14级了。而代价只是一个心碎的阮宇。胡言，你算出阮宇有用，果然没错呀。那是，而且我们就当帮阮宇锻炼跟女朋友分手后的心理承受能力吧。锻炼心理承受能力，你俩是真的狗啊。阮宇，你是这个，你是畜生。而且不止这些，我还在女妖小屋里收集到2张可额外学会一个技能的技能卡。第一个技能是奇雨术，给精神力强的人使用，可施展大范围的暴雨，地形合适时高地的强者甚至
到处跑坡和河里，在实战中引起了奇效。胡言，你到二十九级了，精神力比我都高，这个技能给你学了。技能卡，真的吗？谢谢凯哥，我终于有三观之外的技能了，我终于不再是战斗室只会算卦的废物了。凯哥，以后你永远是我大哥。 小弟一半！哇，别这样，这是你应得的。哈哈，我不再是废物了。而另一种技能，则是给隐藏职业的一次性技能点。此技能点使用时，能激活隐藏职业的一个额外技能，但额外技能只能使用一次，使用后消失。是吗？那就激活。 虽说只是一次性，但若是隐藏职业才能激活的技能的话，那就必须试试看了。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扒窃。当赌场扒窃开启后，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千分之一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 30分钟后，技能和增加属性都将移除。啊，技能效果就这么？是的。啊，这么珍贵的一次性技能，却只能窃取别人千分之一的总属性，还半个小时后就消失了。现在才200多种属性，算下来一人也就窃取0.2，这有什么用啊？ 我怎么了？是睡着了吗？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鬼星第一深情，忘了你昨晚痛失35个老婆啦？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敢问您是来找我的吗？正巧我也差你。 我跳起来了，走啊，我居然！开队，抱歉，我给您拖后腿了。我是酒鬼，就是会忍不住喝酒。你要是对我不满意，我可以离队。说什么呢？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来，这装备归你。要是没有你，我都指不定被女妖秒杀多少回了。你才是这一趟的队伍核心。 不，开队，我不要，我说了，你能带我入队，就够了。拿着吧，我说什么都不会亏待队友的，而且装备胡言也有份。啊！开队，胡言，你也过来拿装备吧。这是真的吗？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 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崎岖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变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心情并不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 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 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取悦科技。
今后我们跟定你了，我们收拾你的鬼，这是你的死鬼。喂喂，你们俩怎么又？哇，大客户又来了，不得了不得了，今天您的怪物尸体加宝箱的总售价达到了84万鬼星币啊。太好了，这么说就是840万圣妖币，这下大哥和英子今后的生活花费也完全够了。而且现在不止生活花费够了，卖完战利品我还留下了两件适合我的装备。一件是暗夜长裤，和之前的暗夜披风是套装，作用是能前行不被发现。装备暗夜长裤，品质 F 级，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3分钟，冷却时间3小时。第二件是幽灵铬甲，可以在关键时虚化，用来躲过致命攻击。装备幽灵铬甲，品质 A 级，每10分钟可以发动一次虚化，免疫一次物理攻击。而手套的效果也鉴定出来了，手套火焰确实能继承我的爆伤，简直是我的神器。装备纵火犯手套，品质 S 级，可让武器附带普通火焰和范围点燃的效果，附着于武器上的火焰继承使用者以及武器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现在的我感觉比之前强了很多，目前就算是和20级以上的探险者对战，我也有信心获胜。队长，您在这儿啊，我给你改造了下追命。哦，阮宇，你。总之你先看看效果吧。阮宇你做什么，炸了你35个老婆还是记仇了吗？回来。凯队，我看你战斗时经常要去捡追命很麻烦，我就帮你在追命上加了强力磁石。以后你可以靠强力磁石直接把追命吸回来。真的？这么说我再也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追命了。而且刚刚被吸回的追命在飞行中也能对物体造成伤害。没想到你是个天才改装师啊，阮宇。这都我自学的，这个改装对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吗，队长？真的，我对天发誓。嗯，这怎么啊，队长你在骗我吗？凯队，是我，我初步学会奇语术了，虽然感觉没啥用的样子。哦，原来是胡言。胡言，这技能怎么会没用呢？你看看这些人都在因为你躲雨，你如果能让雨再大点，大到能严重阻碍敌人行动的话，那敌人就能成为我的活靶子，到时候想杀谁就杀谁。真的吗？原来我能这么有用，那我一定会努力练习奇语术的。加油。现在队伍里阮宇能冲锋陷阵，胡言又有了奇语术，不只是我，连我们整个小队都变强了。这什么破雨啊，正要带去永动岛的装备全淋湿了，待会皇家怪我们迟到怎么办？皇家等等，三位大哥，请问你们说到的皇家是有什么事吗？给你家里是没通网吗？皇家玄武公会要带20万人去永动岛狩猎王级 BOSS， 打赢 BOSS 可是能帮国家扩大鬼星领土的。所以除了皇家还会有很多其他探险者来帮忙清小怪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么重要的消息你都不知道？快走，别理这人了，去晚了可是要挨罚的。皇家要为国狩猎 BOSS， 难道说黄伟也会去吗？如今兽神在地球肆虐，每个国家只有从鬼星获取到资源才能去对抗兽神，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 BOSS 占据，只有打败 BOSS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而鬼星上怪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精英级、战将级、能力级、王级 BOSS、 地图 BOSS、 守卫之主，其中王级 BOSS 就是需要集合几十万人这一战的普通怪物，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公会为国征战做贡献吗？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
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去倾听，多么猝不可及。当风过去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秋月科技，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黄伟都这么做，那我是不是也该去永动岛为国出一份力呢？凯顿，永动岛你说来就来，你就不买点防寒装吗？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会这么冷啊！喂，你们是哪队的？不知道没开战前湖面上不能走吗？那个，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不能走？为什么？你们是哪儿来的菜鸟？众所周知，永动岛的下方是怪物的巢穴，你们这样冰面上走，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鱼人吗？鱼人等级22级。那是鱼人？哼，三个蠢货，22级的鱼人可是需要人均20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的。而且众所周知，鱼人擅长近身攻击，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快点，小心幽灵铠甲虚化。哼，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原来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哇，不仅躲过了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而且需要人均20级的队伍才能解决掉的22级鱼人，被他一个10几级的秒杀了。活动下筋骨之后，果然不冷了。回来吧。现在我的力量是76点，只要触发暴击，最低都是15200点伤害，而且这还是没算上追命的暴伤加成的。但就算只根据我现在最低的暴击伤害去估算，目前我这伤害放在20级左右的阶段，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凯顿，我帮你把鱼人尸体卡进来了。谢了，我们快上岸吧。对了，三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玄武公会的黄伟在哪儿吗？哎呀，大神，您这什么话，我们哪算大哥，我们是您小弟第一中弟呀。正巧我们知道黄伟少爷在哪儿，那咱三弟这就给您指路哈。
不想让胡言和阮宇掺和上我和黄伟的事，就没让他们过来。不过那三个大哥不是说黄伟就在这附近吗？怎么找不到呢？江凯，黄伟，黄伟，知道你们家要带头攻打 BOSS 后，我对你刮目相看。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啊！黄伟，你做什么？我是来和你和解的。和解？杀我在先，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要和解？知道上次我被你当众杀了之后，我有多想找你复仇吗？军方下令让我家别动你，那怎么行？于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 BOSS 的战役，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军方别再保护你。你讨伐王级 BOSS 的目的只是这个？是啊，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先虐杀你，来帮助讨伐 BOSS 的军功，去军方那儿将功折罪。原来是我想多了，没想到你还是那个小人黄伟。但你想杀我的话，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毕竟你们猎鹰五队可是被我团灭了。你能团灭猎鹰五队，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咱们少爷十级，加一身 S 级装备，杀你还需要帮手？就是，这小子菜的我都……等等，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握着你，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人心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就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还是会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取悦科技，这小子和少爷同期的，怎么这么快就十四级了？呀！什么情况？为什么有火？呀！呀！救我！快救我！呀！什么情况？少爷身上的火是普通火吧？但为什么伤害那么高？你们少爷死定了！如果不想像他一样，就不要拦着我。我没死，我的装备能锁住 1% 的血量，让我直接死亡，但我已经……快，你们快替我去杀了他，要替我把他狠狠折磨死。是。还要继续送人头吗？正好就拿你的试试杀了强力磁石的追灭。打出那么多飞镖一个没中，你这什么准头啊？不会是看到我们都是30级左右就吓得手抖了吧？我先上了。
难道没听说过？枪打出头鸟。这飞镖怎么飞回来了？而且这十几级的小子怎么把32级的队长给秒杀了？还没完呢，召回。这什么技能？伤害怎么这么高？难道这小子是半中吃老虎的大神吗？蠢货，难道看不出来他擅长远程攻击吗？一起上啊！你们俩一起近他身不就行了吗？是。江凯一定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刺客型职业，伤害高，但只要被近身就一定会。不要啊！啊！一个废物和一群废物有什么区别吗？不，不可能！明明等级差距那么大，你是怎么做到的？本来咱俩的恩怨我打算一笔勾销的，但你实在太让我失望。黄伟，总之你是铁了心想杀死我是吧？你想做什么？没什么，你想杀我，那我也不能不回礼吧。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心理阴影，那这次干脆让阴影再大一点点。还是击杀探险者经验多呀，没想到杀了四个30级左右的，加一个废物黄伟就升到17级了。警告，由于您击杀超10位同阵营探险者，获得嗜血杀手惩罚。嗜血杀手惩罚状态，处于该状态时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被击杀时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3倍。使用实地忏悔之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啊，嗜血杀手，这不是鬼星上人见人打的严重惩罚称号吗？得到这个惩罚的人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感应到位置的移动经验包，人见人杀。而且我的加倍天赋最多还可能把惩罚给翻10倍，所以要是倒霉点，那死一次我就会被人掠夺30倍经验，甚至可能直接被掠夺回1级。坏了，以后千万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了，而且得想办法找忏悔之泪消除这状态。什么？黄伟被人杀了？你们怎么做的勘护？我都打好噱头说是我们黄家父子3人一起为国而战，结果他死了，这不是让我在全国人面前失信吗？父亲，那接下来怎么办？直接开战，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 BOSS， 等拿下 BOSS， 我们就能以军功要挟军方，别再护着江凯。到那时，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哎，卡顿，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嗜血杀手。小声点，别暴露我。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雨把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为我证明，那青春锋芒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嘶音，编织成只有我听的旋律，自然心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
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君越科技。卡顿，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嗜血杀手。小声点，别暴露我。现在我没时间解释发生了什么，总之我现在彻底和皇家结仇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啊，卡顿，你不是来什么声音？这是战争号角，怎么现在响了？难道皇家提前开战了？凯顿，快看那！你看冰符，冰符居然裂开了！那是。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等级未知，生命剩余100%。那就是 BOSS 吗？好有压迫感。我害怕啊。战场上的战士们，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已经引出来了，所有人准备好迎战。此战若是胜利，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土资源，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兽神的侵害。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哪怕是为此而亡。战士们，当箭矢离弦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那么此次王级 BOSS 战正式开战。凯队，我们还是走吧。20万人的战场，这就是王级 BOSS 战吗？不，现在不用了。只要开战了，王家应该就没空管我。我们就留下来看看王级 BOSS 战，好长长见识。攻击双足鱼人，等级25。大家别怕。不就是一条臭鱼吗？我们人多势众，直接跟他拼！救救我！好痛！谁来救我？什么？鱼人会吃人吗？好恐怖啊！是啊，原来一只普通鱼人，对探险者来说就这么强吗？而且感觉鱼人的数量很多。据说这场 BOSS 战，只要 BOSS 不死，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而是超凡者。BOSS 阵风！注意，我们8人小队已经突入 BOSS 区域。所有成员都拿出全力！调整到最好，我们要尽可能的对 BOSS 造成最大化的伤害。好强，这就是超凡者吗？太阳党 BOSS 要被打死了。我看情况不妙。他们的技能看似很强，但我通过鬼眼专注看到他们，似乎连 BOSS 的防都没破。为何即可防御？想，居然连 BOSS 的防御都没。
一击就击杀八个超凡者，还那么轻松，这就是王级 BOSS 的实力吗？刚才八个超凡者合力出手都死了，现在怎么有人敢一个人就上了？完了，又要死一个。 这人居然接住了 BOSS 的攻击，好强！臭东西，刚才我队友只是故意以身赴死，我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 光去点亮眼睛，让永恒之光来回望着你。那精神锋芒多坚定，走过崎岖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面对成只有我懂的旋律。此刻心底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境时我的呼吸。 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对未来的期许。 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今天我就代表我死去的战友。天赋，王者的祝福发动，终身没死去一个超凡者队友将获得 25% 力量提升。打下你！击破 BOSS 那人居然能击穿 BOSS 的防御，啊！这大神有希望击杀 BOSS 啊！哼，真以为我们玄武功会弱吗？刚才被杀的超凡者，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方提升力量的预谋。因为蒋方本就是以一当十的强者，再加上王者的祝福，提升 200% 力量后，现在蒋方一人就堪比一支20人的超凡者军队，所以。 现在只要战局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么此战，太阳必胜！不好，父亲，我突然检测到涌动岛后方有大量海鱼人在赶来。嗯，海鱼人，你是说海里的鱼人大军被召唤来了吗？对。 怕是来了几百只，而且都是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这，糟了！现在蒋方能安心打 BOSS， 是因为我们稳定了战场。现在战场上根据5种鱼人的级别，分为了5个区域，分别是普通、精英、战将、统领和 BOSS 区。每个区域我都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和鱼人交战，致使战场形成了一种平衡。 但要是后方防线被破，导致战局混乱的话，那不但会导致蒋方不能击杀 BOSS， 相反，我们20万人都会死在这里。蒋方击杀 BOSS 至少需要30分钟。这些海鱼人还有多久到达战场？我看看，最多。警告：大量海鱼人逼近中。最多10分钟。
探险者江海击杀精英海鱼人。海队，这我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啊？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现在要走吗？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这批海鱼人没人拦住，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王家是我仇家，他战败我很乐意看到。完了，这下怎么办啊？但是被喊来作战的二十万人和圣妖的未来却是无辜的。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胡言软语，我们不走。不但如此，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全都引到我这儿来，我要一个人把海鱼人全部解决。队长，别打了吧，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有大批海鱼人逼近，那些海鱼人也包围过来，就全完了，我们还是抓紧逃吧。是啊，是啊，死了可是要一个月不能上线的呀。一个月不能赚钱，我家会被房东赶上大街的。不，不用跑啊。队长，你们难道没发现吗？从开始探测到海鱼人已经过去十分钟了，说好的海鱼人十分钟到战场，但现在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对啊，为什么一直都没出现？难道后方有超凡者出手了？不对吧，皇家明明没在那儿安排部队啊。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了，不过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应该有一批很强的精英探险者在辛苦作战吧。上次敢对我张开嘴的那坟头的草，几米高了。探险者江海击杀精英海鱼人成二，已经杀二十多只海鱼人了，但这些海鱼人总是一只两只的过来，杀起来还真有点慢。大哥救命啊，我把这边的海鱼人都引来了。海队，我这边也。命轮之主，让异变降临人间，每周六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把光具点亮眼睛，让永恒时光来回握着你，那青春丰满多坚定，走过几曲才能看得清。我把一切写进沙哑的嗓音，编织成只有我懂的旋律，自然是倾听，多么触不可及，当风过去是我的呼吸，黑夜无法阻挡我前行，因为我的背后始终有你，并肩的默契一起点燃努力，让我可以永远相信。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无法改变的未来继续，脚步不会停，汗水换来奇迹，让我无惧所谓的命运。